我们工作是做衣服的。做衣服？对。你来台湾多久了？两年多。你的中介费被收多少？来台湾是5,300美金。5,300美金，可是越南政府规定最多只能收多少？我有听说是4,000多美金嘛？对，我们呢都是借银行的钱。100发100，那个劳动的越南来台湾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完全都借那个银行的钱。哦。我们要借钱，然后还有叫，不是银行，有时候银行是不是全部的5,000美金嘛？有可能是借到2,000还是3,000，还有另外的借钱，所以有时候会很贵很贵的。对，那个银行的。如果来公司那个工作没有的话，就2年了，能还不完？我们这样，你看他的手机，对，稍不好意思拿来给你们看，因为他那个什么时候发生？他是那个几月啊？三堂以前，是八月以前，今天封上的。接电风扇的，就是那个。OK， 就是零件的厂。那现在还有办法工作？没办法了，他八个月都没办法工作，他在那边只能等那个复健。你的中介费，刚刚说中介费是6,000美金。我们6,000多美元，那如果来台湾上班没有加班的话，那3年回去还没办法还给全部银行的钱。哎，别走一点。哎，刚哥，你先查纸呢？工人准备的。别把钱拿来人抄，我给你把钱都有人。他们有那个3月8号的时候。晚上有那个来台湾的，所以我们在想，如果今天他们有来这里啊，拜托他们跟那个台湾的劳动局还是台湾的那个政府人，帮我们考虑看看有没有办法帮忙捞员工的钱。泰国、印尼还是菲律宾，他们来台湾上班大概给中介费大概2,000美元，对，所以我们希望越南也是。你们各几岁啊？我33。那你呢？21。那你在中立都做什么？电子。那这是他第一次做吗？蛮努力。第一次搭捷运。你没教育。没有人，没耍。全部啊，要第一次，还没来，我就要来。第一次来。会来的吗？我们想今天想讲是他们来台湾呢，是越南的中介有介绍来工作很好啊，还是这里很多加班穿很好加穿钱，可是很多的越南人来这赚不到钱，因为没有加班，然后没有工作，然后被压力，老板压力，因为有人是不会讲中文，还是他们什么很多困难啊，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是啊，我们会配合他们，问题是他们很会配合我们，还是帮忙我们一些，这样两边都要配合，一样我们想给那个老板啊，还是中介台湾的要懂沟通，我们两边都要沟通。我俩就等外，等外，你公开啊，你来收。哦，这个是要公园，公园的。走，准备。
Các cháu cứ đứng ở đây, các cháu đi xuống cái nhà là tốt nhất. Trường hợp nào anh Hải sẽ có buổi gặp riêng. Đó. Có cảnh sát kia là phản ánh họ lên nói phòng đấy rồi đăng ký 50 người đến 70 người tập trung này là nó phiền ra. Nhá. Chúng cháu đến nhà bà, chúng cháu đi đường sáng đến rồi. Rồi. Mà không chỉ muốn đến văn phòng để trực tiếp. Em sẽ đăng ký cho bà người tiếp đăng ký cho em. Đăng ký cho em. Rồi ok.他们的契约书还有他们签名，然后拉指纹的。怎么猜的？大概几个？就是猜就是点，对不对？Nó đèn biển số thì đúng không? Sai đó. Đây là 40 mấy rồi. Bây giờ nếu mà vận hành 40 多到70多吧。Sai rồi. Đèn hai người. Vì rất nhiều người là mấy có qua phải lại đó. Trước thì nó thôi kia trung hứa đấy. Nó sai cho nên cái mà nó lấy được tất cả hơn mười mấy nước mà nó lấy được 300 triệu đấy rồi. Người mà. Ui. Ui. Sai đấy.没有，因为他们里面呢、啊，因为一共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官太官僚了，那个态度我就不能接受，所以我要出来，一般我会有情绪。他们刚刚讲什么？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姐妹他们说，哎，我从越南来，然后来这边花多少钱，然后工作怎样怎样，然后我已经申请我已经有反映过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处理这样，然后就是我们大使在问说，哎，那你有没有钱申请出？他说我已经弃市了，然后没有给我回应。哎，就是他们就故意做刁难对话的刁难那里。他说我自己的弃市，那他们怎么回应说为什么不理？他们这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只要说你有没有钱申请出，哎，有了也没有处理，对不对？对，好，就是被卡在这边嘛。然后没有的话，他你回去你赶快写，不然就是你的证件。好，你就是中介费过高，那你拿资料过来，你有没有？可是你突然就这样子要，你到底是今天有没有好好听他们在讲他们的故事？所以并没有就是提出实质说，哎，我要怎么做，怎么帮你这样子。然后就连自己他们你邀请他们来这边还让他们火大，我觉得这是我们真的很没有脸的那种越南政府，我觉得太官僚了。因为通过这些滚袄脑袋爱的人家有个家在那里，有个家在那里，家公的人家在那里。Vừa rồi lên phóng sự mới đây nhất là lên cái phóng sự là cha đi cứu cha cứu sáu người ở trong hồ rồi. Chưa mấy mấy rồi chưa rồi có biểu đạt hoặc có đồng tình là sẽ giúp chẳng ý tên tên nào chờ không mày gái em không nói gì nhiều mấy câu và thế rằng lần theo hình theo lần chơi chơi thì sự mấy mảnh như gì sân thấ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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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y tư cho cảm thấy sự mấy ổ không mà khai sinh chẳng ý hiện之后还会想再来吗我还不知道，因为假如是他们还有给扣，我们一定会来。我们要抢，抢到什么时候可以用，有用就可以了。嗯，抢到什么时候有用？你让我现在有来也是，他们也会问到我是谁怎样。我说我也会讲的。问题是我们得想听啊，讲他们有什么办法可以给人家那个感觉的是啊，这样。那你知道说，就是假如说他们像你们规定说不可以超过四千，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因为他说，假如是他们说那个收钱很贵的，他如果我们没有去的时候啊，也不会这样。假如现在我们员工不用来台湾的，全部的我们是不用来台湾的，希望我们的政府跟那个台湾有没有沟通？你们也没有劳动，我们也没有。人家也没办法去外面改变生活，对不对？他们这样讲话，我们以为感觉是没什么好啊，那有什么感觉？真的没，感觉是一样，是都是我们的问题。